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元。最近呢，因为无的关系，再加上我们最近也是有一直在 keep 住健身的关系，所以呢，最近 Cherry 他都几乎每一天都会在家煮健康餐给我们吃。Then 今天呢，因为他想要尝试新的料理，因为他在就看视频，然后学到了一些新的料理，所以他打算现在要去煮给我吃。然后他现在呢，就在楼下准备着那些食材啊，准备着那些酱料那些东西。结果就让我灵机一动，想要拍这个 video。OK， 我今天的这个 idea 呢是这样子的，就是我等一下我会讲讲跟他讲。哦，没有啦，其实我现在是要记录你煮菜给我吃，我就当做拍一个 vlog 这样子。结果过后他煮出来的时候，我就会吃他煮的食物 ，then 我就会把他的食物嫌弃到一文不值。其实我试过他这样多样，他煮的每一样啦，讲真啊，真心我都觉得真的是非常好吃，就是有一定的水准在那一边。然后今天他讲他想要尝试新的料理嘛，然后我也对他的这个新的料理是蛮有信心的啦，只是等一下我还是要违背良心来嫌弃他煮的食物。我觉得一个喜欢煮菜的人啊，对他们最大的心灵创伤就是人家评价他们煮的食物不好吃，所以今天我就是要来给他这一集的创伤，然后过后再跟他讲其实他的煮的东西真的是很好吃。小姐，小姐，你煮嘢啊？你煮乜嘢啊？听说你今天有新的料理要煮给我吃哦，你对你今天的料理有信心吗？不知道。啊？有的。有的。所以是有信心啦。有的。有信心啊？应该有的。OK， 你先跟观众讲一下，大概大致上你今天会煮的是什么料理？什么呢？因为我今天要拍一个 vlog 啊，就是记录你是一个良家妇女，是一个可以娶的老婆。今天是要鸡肉、鸡胸肉。哇，所有的食材已经准备好了啊！我看到很多青菜啊那些，所以等一下会一起煮的嘛。青菜应该是，我忘记有个存在哦，还是会一起啊， okay. 一起煮。OK， 所以这个就是他等一下要用到的食材，鸡胸肉。对。还有这个花椰菜啊，这个那个叫什么啊？加工。然后还有红萝卜，然后还有这个菜。OK， 这样我们就等一下 Cherry 他开始正式下锅的时候，我再拍给你们看啊。OK， 我再出去跟他们沟通一下。Hello guys。OK， 今天呢？你们在做？我们在看电话。OK，Cherry 呢？今天他就讲他要煮一个新的料理给我吃。OK， 所以很简单的，我只需要你们等一下配合我，因为等一下煮完那个新的料理给我吃过后呢，我会把他的料理嫌弃到一文不值，就是讲到很难吃这样。OK， 结果呢，我知道他一定会叫其他人也 try 了，因为他要知道每个人的口味嘛，他叫你们 try 的几率一定是很高。OK， 所以哦，接下来我不用讲哦，你们应该知道怎么配合哦。OK 啊，连你们有叫外卖是不是？你们外卖来着是不是？对。OK， 等一下我就会吃了他的，然后我就吐出来，我讲很难吃，然后我就会吃你们的外卖，我就讲这个才是食物嘛，丢。我怕你就这样分手呗。不会不会，因为过后我会跟他讲，其实他煮的东西是好吃，只是我要捉弄他一下，对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要 it's a prank 这样？对 ，it's a prank， 对 ，it's a prank。小姐，进行的如何了？很开心，你这样拍我煮，不会感觉。不要感觉，专业的厨师是不会紧张的。好。OK， 现在煮着加工跟红萝卜。你们可以去 Cherry 的 Instagram 看一下，就是他有开一个 highlight 在那个他的主页那边，
所以你们可以去点那个 highlight 来看他之前所煮的每一样料理。哇，上菜啦！哇、哦、，OK， 我们现在就马上来试吃啦，来啦，哦。哇，首先麦香是满分的、啊，那个麦香，那麦香真的是满分。来啊，敢敢来，好吃不好吃，敢敢来啊！夸张了，直接吐出来！这太咸了。那鸡没有熟哎，而且很咸呢。熟啊，那可能没有熟，煮很久哎。你看那鸡没有熟，看到吗？你可以不要管啦。这个鸡肉怎么没有熟？没有熟是粉红色的，是白色的。哦。耶，你吃过？不能吃哦，这个你自己 try 一下，你就懂了。这么。太咸是吗？又玩欸、很咸又很甜又很酸，然后有一点苦。真的，你吃。我没有放什么东西苦苦的。你吃，你吃，你吃，你懂。很好吃啊。很。你叫我们 try 看，你叫我们 try 看。你自己 try 一口，嘉俊来。你 try 一口。你看，真的很难吃，真的，我没有骗你逼。不用紧，可能那个加工啊，吃着。勉强可以吃啊。这个勉强 OK， 这个勉强 OK。什么没有熟？已经熟了，不要玩绝嘛。没有，应该不是熟不熟。你什么味道？应该是是不是很咸？什么苦？然后有一点很甜，然后又很酸，然后带一点苦。你吃不出哎、欸！我吃一口你的饭，我看是在我舌头坏了。有的饭比较好吃哎，饭一定是好吃的。这才是人吃的食物，这才是食物嘛。是啊，我叫我家外卖比较好吃哎，这才是食物。我也卖品足啊，这才是食物。这个不顶马逼。我吃，我吃。你吃啊，你吃，你可以吃呗。不要吃，你吃很吃，真的很难吃，它很甜很咸，然后很苦。你给我吃，我吃，我吃。哟，小明你都没有 test 到，你就讲不好吃。你给小明 test 啊，给小明 test。test 一口 ，test 一口来。要我不要，我不要 test。一口一口。要。你试看。不要，难吃的。你试看先。试看。不要。一口。不要。一口。不要不要不要，我不想吃。不要啦。很难吃的，不要。一口，一口，变着吃。你吃看，你吃快点，快点，不要很恶心哎。明明最好吃。恶心，不要吃，来美女吃。啊，美女吃，你吃一口看，吃一口看啊，吃一口看。哟，逼你，你要讲真话哎。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。OK， 刚才我吐出来那一片啊，这一片是我吐出来的，我还是吃回去。刚吐了，我已经吃下去了。你们走了吗？欢迎。OK， 吃了。哇，我们要 respect 煮菜的人。没有，我今天这个 video 其实是要，就是讲煮的食物难吃，就违背良心来讲食物难吃。对啊，不是啊，你讲难吃。哎，可以可以 ，No。Hey baby。很好吃，你煮的食物，我开玩笑罢了。刚才那个时候开玩笑罢了。你都不要煮啊！哇！不要啊！没有啊，你要对自己的东西。
东西有信心。你该我已经足以看得出你对你自己的食材很有信心。OK 啦，各位，所以我现在就要出去把那一盘东西吃完啦，因为我们健身就是很需要吃鸡胸肉来补充蛋白质，所以我现在就要把我眼前的这一盘食物，这一盘吃给他玩。所以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啦，拜拜各位，我们下集见。多谢晒啊，木啊，拜拜。耶、yeah, 我的频道迈向70万订阅啦，在我到达70万订阅的时候，我将会送出 iPhone 11 Pro 给你们。 OK， 你们要将赢取这个 iPhone 11 Pro 呢，很简单，你们只需要订阅我这个频道，并且把小铃铛打开，然后按赞这个影片，并且在这个影片下面留言，就这么简单。在我到达70万订阅的时候，我就会在随机一个影片的留言区随机挑选出一位幸运儿，然后把这个 iPhone 11 Pro 寄到你的家，不管你是国内还是国外，我都会把这个礼物送到你的家门口给你。不管你是台湾也好，香港也好，新加坡也好，只要我会抽到你，我就会把这个礼物送给你。 OK， 所以我们一起迈向70万前进，冲啊！